一大片的蒜头田，农民当在无闲收剪蒜头，这拢是要给业者收购加工制作成好食佮健康的糖醋蒜。农民表示讲，蒜头除了用来欠香增加料理的美味之外，伊家嘛正是蒜头预防心血管疾病以及增加保护力等等的功效。这蒜伊这我这是袂能去加工去生的生咧食的，这来阮像较早过来当前都就这我食这蒜拢好闲的。这蒜真好，真好用嘞！会当杀菌，会当迄个真好。有的人是将蒜头摕来制作蒜头酒、蒜头精，还有蒜头等等，和蒜头的介绍是一直起。但是今年将要进入采收期，农民煞是安尼讲：，这个蒜啊，你爱要产期到啦，你爱收一啦，因为介绍煞他卖古代，他卖应当的，应当去年40块，啊，今年35呢。那是这疫情的影响，还是安怎个？他介绍他卖哩，啊，无你定。你看他这旧年呢，到阮办公室遮哩，他种他这旧年，有啦，他继续他买旧年。虽然现在闹本土种植蒜头，就连进口的蒜头嘛满满是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也是喜欢食台湾的蒜头，因为台湾的蒜头食起来风味特别无同。那天新闻台三帮忙采访报道。